好急好急的毛毛虫，好急好急的毛毛虫。嘿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准备结蛹羽化了。结什么？现在吗？就是要变成蝴蝶啊。哦，没错没错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你是说我可以变成蝴蝶？对，长出翅膀，没错，真的，真的。等等我，那现在要干嘛？帮你自己结个蛹，结蛹。哦，没错，没错，我知道。什么？你怎么办到的？丝要怎么吐？皮要怎么退呀？我变成蝴蝶了吗？那现在呢？要有耐心，让一切自然运作。耐心？哦，没错没错，我懂我懂。我变成蝴蝶了吗？还没。现在呢？还没。变了吗？还没。要有耐心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还没。我都还没问你就回答了。好吧，你问。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还有，我变成蝴蝶了吗？还没，要有耐心。嘘，我们正在专心变成蝴蝶。好啦，好啦。这我当然知道啦，不过问一下，你知道这要多久吗？两个星期。没错，没错，两个星期。两个星期。天哪，我两个星期要待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可以去拿本漫画或什么的吗？如果我想上厕所怎么办？有人想玩游戏吗？如果我想吃东西怎么办？喂，两份披萨，谢谢。地址吗？毛毛虫里有。卡，喂喂，我在这里待多久了？第一天还没过完，这个永远不会结束了。够了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变成蝴蝶了。全世界看好。看我这只美丽的蝴蝶，我看起来怎么样？变身了吗？张开翅膀，飞飞看。等一下，啪啪啪啪啪，我的翅膀呢？咚！要想别的方法才行。好，你做得到，你可以很有耐心。哼，我在骗谁呀？我根本就没有耐心。振作一点，你做得到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你是那只做得到的小毛毛虫。我是那只做得到的小毛毛虫，你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你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你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做得到，做不到。松鼠的，那个蛹怎么那么大声呢？因为其他的蛹都安安静静。我可以很有耐心，所有的耐心都在我里面，和蛹合而为一。先深吸口气，吐气。你看，第六天了，我有感觉了。培养耐心，培养耐心。第十天，第十一天，两个礼拜后，我做到了，我变成蝴蝶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自己真的变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比之前更有耐心。太好了，嘿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千禧南飞啊！哦，千禧南飞，没错没错，等等我啊！我们还没到。